好，那老师第八课 C 次看一下啊，这还要赶紧嘛，啥都还要这不啊，别人呢？好，下课，下课，将来老师将来的绿茶我帮侬，老师的绿茶没得了不？将来这个表露行，下天上午我带你们比较，哦，就是说那些台湾要给到哪里啊啥不？下这边下下四声下上就是上上四声上。只是说，他从来都强调老师，我这是上路家，这叫上路家。你看上老师啊，哦，上不，他们路这样子，他比如他累的，但脱挂了，你就写不咯？就是下课、上课，grandma 呀，比如麦森老师读下课站这里，上课站这里，讲到了就是说，我别的，你们老师下心里啊，站心里，站这里上。Verbal 呢？下声呢？The finish the class 多少？还没有地方比对啊？我应该留意啥呀？就是下 verb 课 object 上课上啊这里 attended the class 课 object 下课上课grammar 快这些听了不能懂啊？老师我那里快录下来说有啥写？所以下课上课就是你们哪一天写嘞？你们哪一天的嘞？你几点下课？你几点上课？啊，那老师下课那不得比如我家里扫楼梯扫街啊，找到的啊，超速喂，是不是搞配？我家里扫楼梯扫街啊，在这我家里扫下课吧，你免嘞。下课。你们本来哪一点醒来走不路标么嘞？你们能拿我东西来？本来哪有不路考嘞？你们哪有？本来哪一嘞？几点？几点？你们来啊，点你下课几点吗？？No，你几点下课？你几你点？今天翘课吗？马车子呀，马路跑不你来。今我第一今个老师啊，国庆批的这，本来哪一嘞？几点批的这？国庆批比较急啊，再叫美国马票国车子呀，马路。你几点下课？你们的哪一啊？dancing 嘞，表表姐要求是为你们来 dancing 嘞，不表们嘞？表表把手是不是该背完？好，上课，上课站这里啊，那个，马甲，上课呢，我叫你叫老弟扫街啊。这是哪路的东西吧？你不是哪一站的嘞？你几点上课？你几点上课？上你几课。点上课？你是哪一站的嘞？哈，啊，老师，讲到我还不然好不好？老师说明天对于我家的找你扫在啊嘛。那以后你别个比闹闹，八楼比闹啊，老师 grandma 写，他们啥比闹？一出比闹八楼嘞。哎，路没有动呀不？老老实实，明年买只厂，过来嘛要嘛得嘛。那以前这边个没带给，没带米，我嘛说些，丢啥没得钱，怕老话么嘞？他们没啥钱，怕老话么嘞？没一钱，怕老话么嘞？就是没带钱，没老钱，就是以前路边那个，以后以前 before and after 不？啊，以后以前 TV 电视电视。电视就是 TV，那看这边啊，记得发不？那爷这边个来呗，我嘛我也是，你也是，哎，俺来呗，你来呗，厨师这边有打错了，打这边的嘛个啥的，错啊菠萝，打错啊菠萝个啥的，grandma 也不愿意读的发太麻烦了。可是大伯们，关键是可是大伯们，那做这边个比如的你喜欢做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把嘞，叫什么？你在叫什么？你把漏你嘞？
叫什么？啊，那老师你三百天嘛，那是 H 嘛不咯？西梅、冬梅就是 Luna 梅，西梅就是西梅，冬梅就是冬梅，Luna 梅里的，然后说明说明你地查没地查讲来的。那第二三嘛，老师每人对下来嘛，grandma 等路线对来嘛，所以第明年我应该要再查嘛，不咯？地下的，没加看那长长的，嘛是老师说的行，没加看那一股力气也被查完了。我强强游泳，我强强会游泳，我。就是没加看那啥子在大里去嘞，我常常会去图书馆，带你的读懂了没加看那跑步别的，grandma 要解读的法别的啊，我喜欢跑步，我毕业了在的啊，那喜欢在你的我说错了，我 subject 喜欢在你的跑步毕业，喜欢 plus 把我懂他了，我喜欢跑步，我毕业了在的。啊，我所以唱歌啊，都清楚嘞。那所以我都清楚了，在这首不录表么嘞？那个你嘞？别个？啊，你尾票，我都清楚啊，在这。啊，所有嘞。啊，最近说在这叫哪位呀？好，机票票。我喜欢唱唱歌啊，单纯。唱歌。好，我喜欢唱歌。好，那和这边个，你演点不？那跳舞啊，嘎的，那种啊嘎的，在的不录表么嘞？那个，说的啥？啊嘎的，在的。跳舞，我喜欢跳舞，啊嘎的，在我喜的。欢。那电影是吧？游戏 video 啊，游戏机啊来在的，说老师不录表么嘞？那个，颜料啊，游戏机啊来在的。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看电影，那就先接下来再的。电脑吧，computer，那所以那 computer 当晚来再的，我不如不要我们来电马冲，马冲人家飘进来，那 computer 当晚来再的。好喜欢小蟑螂。我喜欢用电脑，哦，那 computer 当晚来再的。那说那这边个哥，你呢？你哥？哦，他呢？读过，哎，录音嘛都呢？听啊，哪唱的？音乐啊，滴滴答。他所以，我滴滴答的哪唱啊？在这首不录表么嘞？听音乐所以滴滴答哪唱的片段啊？喏，那你就另外滴滴答哪唱啊？在这不录表么嘞？我喜欢，听音乐。我喜欢听音乐，变不啊？我喜欢听音乐。我喜欢听音乐，我就给大家唱啊，在的。那关键是你呢，懂了，实际上外面的动力是啊，坐在这边听的，我长到三百几张的嘛。我坐在我今天不舒服，我就是你们搞听的，哎，你们懂了不？然后才让我家门扫查的，运动，李静安路的。哦，我喜欢做运动，我李静安路啊，在的。运动，很好，很好，是吧？烟高能，哦，我是。你每次的听啥比啥高呢？那很好吃，哪场路也高呢？很好听，记录也高呢？很好看，道路高呢？很好喝。的路牛老师别名邓龙牙哎，好，那老师，当初几月找到我这考试改变，并将到第二去教呢？下课、上课、以后、以前、电视、看、也、打错、可是。做什么？做什么？西梅、冬梅、常常跑步，喜欢唱歌和跳舞，电影、电脑呢？听音乐，觉得运动很好。那看再念一下，下课。上课以后，以前电视，看那个。
也打球，可是。就叫什么？叫什么？青梅冬明长长。常跑步，喜欢唱歌和常跑步，喜欢唱歌和那你讲呢？我反正都忙，主任，好像可以了。我这 WiFi 来，好，那我老师，喜欢搞听音运动。第八课课文看一下，下课以后叫什么？下课以后，I don't see B 呢？叫什么？把漏了不？老师讲外国站站你上课，那老师讲 B 段下课。下课以后叫什么？那读啊，西门呢？大卫，东门，东门有个自家表的。那西门说，下课以后你们常常做什么？啊，但是你呢，你都没家看那把路来的。下课以后你们常常做什么？这个路，啊，但是你呢，你都把路来路没见呢，就是说常常我飘逼表路也啦不。多少没家看那有车表啥的，对，常常车啥的。那老师说，这没车景。常常跳路牙嘞！下课以后你们做什么？下课以后你们常常做什么？那老师教那点没记啊？那也没误。下课以后你做什么？我看，老师，你咋的要带表皮嘛我话过不皮呀吗？下课以后你做什么？哦，我看电影。没工变告，下课以后我看电影。我下课以后，我看电影。电影。电影。好，那张大脸没写，貌似老师是罗写，但是没把了。老师下课以后我要出门。但是没让我变大呀没？哦，下课以后你们常常做什么？大卫那边就啥？我常常打球、汗、跑步。汗呢和那单车组的不喏？就是说我汉字组的不？只有台湾少天嘛，都要汉口比较些。咱们老师有少天嘛，毕竟也是给表妈的路河南出家那边的。哦，咱们这出来和汉的动物呀，那过完三十这批项目楼主啊的喏。我常常打球、汗、跑步，俺也没咋看那跑龙个啥比着，哎，就是跑步毕业的。哦，我常常打球、汗、跑步，但老师讲那轱辘在脚痒，那裤子比着嘞，比如路亚的做的啊。那老师裤在的脚痒，那裤老师汗的是比较的啊，讲的那个那意思啊，下课以后你常常做什么？下个月我想想，休息和洗脚。休息和洗澡，那就比较易出来。好，那东明啊，比如啊，我喜欢唱歌和跳舞的，喜欢放动他不？俺俺的亲属啊，俺呢跳舞该呀啦在巴黎的，西美呢？西美嘎过的，西美说：“我喜欢看电视，我 DVD 来在的，也喜欢那边在的听音乐。这个在哪唱呀？在那边在巴黎的。啊，那老师就是不露边没有接啊。那个大文呀、啊，sorry，大文讲的，大文说，我觉得我挺哪的，运动很好。你今个路啊，大高那的，我常常运动啊，不加看哪，你今个路这的。啊，那老师就把两个主读拍接啊。第八课，下课以后做什么？师妹说，下课以后你们常常做什么？大文说，我常常打球和跑步。东明说，我喜欢唱歌和跳舞。西美呢？
沈文说：“我喜欢看电视，也喜欢听音乐。”大文说：“我觉得运动很好，我常常运动。”好，那个，魏爸爸来念一下第八课。第八课，下课以后做什么？青梅说：“下课以后你们常常做什么？”大文说：“我常常大出汗跑步。”东明说：“我喜欢唱歌和跳舞。”青梅呢？青梅说：“我喜欢看电视，也喜欢听音乐。”大文说：“我觉得运动很好，我常常运动。”好，那老师，那个，应看再念一次第八课。第八课，上课以后做什么？申梅，下课以后你们常常做什么？大文说，我擅长打篮球和跑步。东明，我喜欢唱歌和跳舞。申梅呢？申梅，我喜欢看电视，也喜欢听音乐。大文说，我觉得运动很好，我常常运动。好，那老师讲到这里第八课怎么样？不，那老师今天讲到有课吗？有可能老师 HSK 的教的，所以呢，就教到一点不了不？那老师丢啥了？traditional 那电台啊，别的这哦，traditional 这个弄的电脑，不能 HSK 多了，老师那都跑步不？那你们老师就应该拼音的教给他不？那你们老师啊，今天第八样的就应不？因为讲到老师就应该没那些不？老师就应该没露面过，那讲老师就应该别没有了。我边考察吧，来对吗？那个，我喜欢不洗一洗三身洗，喝完黄一身黄，喜欢里边真的多少少命令嘛，能够入白不？那后来怎么了？啊，老师点 BY 一些，你点嘛喜欢黄对不对？好，点 BY，点 BY，啊，点 BY。好，谢谢。老师是可以否对比了？没有了，是好，那接可下以。来有老师。好，谢谢。可以 plus by one，好，可以 plus by one，就是老师啊，valuia 的，可以 valuia 的。怕来说老师可以啊，老师丢啥嘛？没得吧？所以如果讲那对比来说，喜欢那边老师暂停的，他就是老师没得法。喜欢 plus by one，喜欢 plus 能动路亚的，可以啊嘞，可以 plus by one，valuia 的。怕来说可以吃擦路亚的，但是老师讲那边可以吃都不呀，grandma 呀，爸爸妈妈别 test 的嘛问了，就是说 what 别是呀，可以啊。一样的，他还是没得办，吃了不完，可以吃啥路一样的不完不？哦，没得 plus 不完。那 object subject object 态度，我可以吃吗？对吗？那 object 嘛吧，我 subject 可以吃吗？妈的太太的的，俺啥路一样不啦？日照老师啊，你妈莫可以的不干啥嘞？没莫得副啥起来，怎么样好？怎么样恐惧的？哎，我可以吃吗？俺啥路一样啦？怎么样？哎，老师说个，怎么样？哎，agreement 的副关于来的含义不？我可以吃吗？俺啥路一样啦？所以俺道路一样啦。老师不录表来找那表姐啊，开水水带俺道路一样啦。开水水带 speaker。好，抽屉两年，我可以黑吗？我可以喝吗？我道路亚了，然后老师说，我不在这比较道路亚嘞，我可以吃馒头吗？老师查过吗？馒头啊，老师那没记我喏，馒头就是老师包心那么多，包子那么多，包子啊，老师天嘛，啥不拿他的大的白的什么馅啊，不菜都吧肉，馒头啊，老师天嘛，把那么包。我跟老师说，馒头没谁帮助，我说不妈逼也没谁帮助了。老师就是说，大年里边了，哦，阿凤的呢，撇得还没有那么好苦不？就是我说馒头啊，就是说包水都没有隆隆叮叮。老师好在的嘛，现在馒头做很好吃，自己。但老师馒头啥来了？一般老师有家一点嘛，不能第三两都爱多的嘛，羡慕嘛。就是说老师搂的嘛，搂着公家的嘛的不？是老师不是他们 breakfast lunch dinner。哦，啥也就是自己也开在馒头啥，馒头就弄这些东西了，是吧？等等那个哇啥路亚的馒头都摆地了的不？我可以吃馒头吗？那没谁包啥路亚嘛？那老师的嘛，我不叫你嘛，馒头吃的。老师叫那这查哈啥路亚，那叫那表姐啊，馒头你嘛，过啥路亚嘛？这给我亲家说过，馒头么好吃呢？弯弯。我可以吃蛋糕吗？
我可以吃蛋糕吗？啊，给梦啥路样了不？好呀，那好，那老师那个颜料那张菜几包？把啥路样了？我可以吃油条吗？我可以吃油条吗？我一定要归啥路样了？所以女老师都路样哎。啊，好，那啥路样的水呢？可以吃啊，啥路样的水呢？不可以吃。哎，这路比较懂没？那老师啊，发表情他的，说说啊，可以 bless 吃，这卡可以 bless 去，多路亚的，可以去啊。老师背着范围呢，vet，subject 就是我可以去 vet，妈不行，我可以去吗？啊，多路亚啦，背后多嘛了，object 寺庙啊，老师庙都弄在这边了，object sorry 拍下照，哎，我的 tradition 的嘛，多必须送我呢，老师拍下照你所以多必须送给他的，寺庙送给他的。那老师 HSK 白你嘛的，老师那白批出来比较妙，一个就寺庙属于对不对？那老师 HSK double dashboard 的处理嘛，所以老师庙都不乐意他的。那慢的不能庙都弄来拍下照，可是老师台湾爸妈找着啊，闭口了不？寺庙，我可以去寺庙吗？那拍下照多路亚嘛，这老师不知道把他拍下照某，就是丢不着。啊，不知道把它拍下张叫做佛塔拍多少嘞？哦，我可以去寺庙吗？啊，拍下张多少路样了？就是第二步叫表达。那老师啊，你们寺庙都有查的不？寺庙里嘛，老师讲那这差别你要多少钱？讲那多少钱的鸟？老师多少几吧？啊，我来。我可以去大使馆吗？我可以去大使馆吗？就是说，就是那个大英国多阿路亚嘛啊，那老师，确认年代标记啊，这啥年嘛？这全家是古楼街。我可以去学校吗？确认年代你哎嘛拉库？好，老师。没那法嘛，拉开来着啊，说的是了喏。Yeah，老师，哦，老师，我们那边没请阿兰对象。嗯，那拍三 D，那拍进来，哇，一来那拍叫做学生来老拿开来，我但比方那个，但那么比较需求，是好，的，那拍那呀，今天老师，我爸妈庙，我爸这边多嘛，我家嘞，米都拉可买菜带多嘛，好，亚老师，但是都没那片嘛，拿给我。好，那老师。OK。我可以去哪里哪里的寺庙里嘛？老师这查清这是东龙呀？哎，那老师可以办，可以办，办这边商业路呀？哎，那老师我呢，你东龙啊，老师米呢？玻璃楼在那住嘞？咱们我可以办吗？我商业路呀嘛？把你东哪嘞？办啊，老师，上官嘛看看哪东嘞？老师有些房 register 楼盘地价报地产没？我可以办吗？我商业路呀嘛？办这边商业的哦。那老师都老师漏的路标路亚嘞，那么我的嘛，我讲到明年底价把大便比他了，啊，漏路亚姆啦不，我扫月路亚姆啦不，你看老师漏路亚姆啦，把不说扫月那个这个漏在路标里面走到东马马路，所以我的呢办我扫月的路把大便比他了，那 object 拆拆讲信用卡 credit，讲到地产嘛，那就先放他们在忙什么呢？信用卡。信用卡就有一个，English 叫 credit card 不？我可以办信用卡吗？老师，老俺买呢，吃了的这个，吃了的三月到三月三日三月到，老师办没动啊？交通路面，我可以交信用卡吗？Cross，妈的，道路面老母要不要面丢啥？阿姑妈丢啥？啥么这盘呢？比如这本身没有弄个八卦呀？因为老师没有人说我可以交信用卡嘛，不那么懂我呗。因为老师底下老师龙岩买你3月3日这家吃了这八卦了，撇在这底下包100%半本都聋哑嘞。我可以办信用卡吗？所以信用卡就是老师 credit 给，那么都要说你们 credit 给谁了？你有信用卡吗？你们就要给谁了？老师我不知道你那边表吧，讲到一点点，讲到一面一些吧嘞。喏，信用卡是老师 credit 给个，老师密码密码，所以呢，那些活动啊。看哪里出的，那我别背过来不是咯。信用卡这边，老师，南京大马路路亚的哈不？哦，南京大马路路亚的。然后老师，我们老师台湾把你那边别别呀啊！台湾爸爸说台湾身份证路口的，台湾爸爸你其他的路线，老师信用卡的路亚的，信用卡到办你留的到不？跟他们那边还不行。跟他们那边还没修，然后老师还个股东没有，老师讲那，比如说老师台湾瑞说 iPhone 的iPad 的 MacBook 的坏了，不算修啦，都嘛信用卡是的，都啊都那苏亚讲了哦，喏，啊都那信用卡其他别的了，老师讲那嘛，三年卡多，啊，明年那三年卡提多，也说完那回路亚啊。
哦，那三里个啊，这是话三那卡不？他说哦，多啊罗西啊不喏，哦，多西啊不，那么大一没几乎，都是南京大量的东西啊。我们说老师来不了这了，我讲麻当不呀嘞？哦，老师 average 那三里个不都话么快？三那卡么样子么快嘞？哦，那三里个不都话加一三嘛，好了，那那当嘞，三那卡快嘞？说老师说，麻当我三那卡快嘞？老师说，这拉妈妈里头不吃嘞，为啥嘞？对了。麻当里头不吃了，咋？那得了里头不然呢？都还拉着的老干母鸭哇！所以老师说，都说不三十六个呀嘛，都说老师说 credit 给信用卡不能呀。所以拉不干你，都说就啥月要拉不办你？哦，哎，老师说里头得了里头叔叔里多少哇？立马老师说都弄呀，哎，个天嘛不三十六个喽。咱们老师说哪个家大的呢？老师不，老师信用卡办了呀啦？一样的，老师嘞，哦，大杯妹。老师啊，老师半年嘛，不算洗茶嘛，东路呀，不算不行，东路庙，把不了哦。老师啊，南岸大么后路，啊，老师啊，南岸大么后路，老师半路呀的大杯麦，老师隔天嘛不算洗茶嘞，老师不算，老师被动啊，玻璃不算不行，老师东路庙，那老师三张卡次东啊，路庙老师说呀了，老师说南岸大么后这转。maybe 老师说东卡面子没呀，这三张卡老师没呀，不过，这些老师信用卡那不在比工资这不变吧？好，那 ATM 卡，老师讲哪里？你妈逼嘛？老师 ATM 卡虚假吧？这讲哪里嘛？那老师台湾嘛？那老师企业，老师台湾嘛？老师讲哪里？台湾要归属于老师啊？Every 超拉不差嘞，说老师搬啥楼啊嘞？搬个楼啊嘞，不喏？你看嘛，ATM 卡把电路路呀嘞？我可以办提款卡吗？提款卡就是 ATM 个提款卡，提款是吧？不是我抽的卡个个，不是我抽的个，那就是 ATM 卡。我可以办提款卡吗？那 ATM 个录入样啦，录八大遍啦这个呀。所以老师的没必要上我嘛，张大我 ATM 个录入样啦，没他张大。办没动啊？没做啦，动路没呀？不，那老师的嘛，把不了。没办呢，我问他嘞，妈耶，哎，怎么哩？ATM 卡上面路呀没啦？我都嘛没不，不路也没了。妈，你妈 ATM 卡漏钱了，ATM 卡漏路呀没啦嘛？妈，你妈哩信用卡卡漏钱了，信用卡卡漏路呀没啦？漏点那边动了，不嘛上面点那边动不？咱们老师表比老师的嘛，把张上面点路拆给他，然后啊，这个路的哦，就是老师啊。上月漏点路多也没弄啊，可 visit 嘛没弄啊，做个大学运动嘛，老师说第一年，但是老师说你呢，上月的路把大别没他了，这个老师说啥呀？谁能买那不弄？啥呀？别人漏点不？在哪里边呢？好，那提款卡，所以老师递他嘛，信用卡 credit get，提款卡 ATM get，那老师说没本的，没本的叫身份证。身份证，身份一身身，身份四身份，身份证四身证。身份证就是没本的，你妈弄丢的嘛？老师说你妈没本的，所以是吧？那年我出来，你妈没本的，就是缅甸身份证。我靠，台湾身份证就是台湾身份证。老师，你有台湾身份证吗？你妈台湾没本的，行了。老师没有台湾身份证，老师只有缅甸身份证。你们没本的没行。哦，身份证，老师拿3月底3月你都在看吗？对，叫我放屁的看嘛，身份证我屁呀的。那老师讲到的台湾要来，老师讲到嘛，没有身份证，那老师讲到把屁呀嘛，懂不？居留证，那 ARC 盖不拆呀的，居留证阿妈办的。所以讲到嘛，没有身份证，讲到的把屁呀嘛，懂？过年你谈个个 ARC 盖能不给我拆呀的？啊，这去外家了，老师护照能不拆呀的？passport 那边贴啊，不，因为我们嘛，台嘛身份证没修，所以我们身份证没修，我把 PM 来，我叫多少 PC 也不录不，哦，因为老师说没有台湾的身份证。好，那我可以办护照 passport，老师讲那护照没修，那人家说没有的喏，所以不骗你的呀没，护照是老师啊。passport，那老师的嘛表没有表面说的些，那个就会给 credit 给信用卡。ATM 卡、提款卡、没本的、身份证、passport、护照，你台湾个说说比较多不？老师台湾嘛你呀，老师台湾那边嘛比欧元出来的，居留证、旧路嘛超过了旧村人家搞票的嘛，居留证说你台湾个 English 路叫 ARC 个路口嘞，那 English 路叫 ARC 个路口嘞。
就留在了做菜碗，我拿来找哪里？不管他在哪来啦，语言哪来啦，University 大学哪位来啦？我教不到路老师，我不咋样路，路个嘛那位呢？老师话身份证写着，老师大概居留证，你才能跟着你呀啊？老师如果没有居留证，老师在台湾我出问路咩的路咩妈逼过来问哪路咩哦？好，老师嘛居留证巴拉嘞。就留在巴拿马，就留在德丹西亚嘞不？就留在德丹西嘛，台湾问亚嘞，密码别问亚嘞。因为老师 passport 嘛，visa 没去了，老师嘛，啊，visa 没去了，所以老师的 visa 德丹公那边，所以老师啊，大家就留在啊德呗。所以讲哪里，老师3月3日，没得查到第二个那种云三亚嘛，巴勒说3月3日批的卡嘛。护照都、居留证都、身份证都，哎呀，骗不了叫哪一弄的嘛？银行也没哈的，家里有怕的嘛？给我披露呀嘛？好，所以我可以办居留证吗？啊，你他应该上院路亚嘛啦不？好，那老师，那送的苦，immigration 有，immigration 有，老师讲的，说啥别人居留证哦？老师讲的爸妈断了娃嘛了，就是移民署嘛，断了娃嘛。移民署就是 immigration 用，爸马路叫拉瓦嘎用，我可嘞。哦，爸马路叫拉瓦嘎用，英语又叫 immigration 用，移民署，移民署。那老师没麻痹嘛？immigration 片的 immigration 片的都加不嘞，理解吧？老师 check in 文明端 check in 这边啊，不嘛 immigration 片的，那叫老师移民署了，可嘞。那老师讲哪里有居留证投别人你阿不？那老师 first time 台湾要来的 first time 老师来得交报移民署的，比居留证弄完的。second time 家人老师 online 你啥位小路呀的？啊，比方人老师抽款你家人呢，都个呀，上个月啥我们都要有给人了，移民署嘛都要有啊的。移民署啊，老师啊，台湾嘛做那些用的，就是说都没有那东西呀不？那老师没用就挂台北不？台北嘛，都一路呀嘞，新北嘛，都一路呀嘞，台中嘛，一路呀嘞，基隆嘛，一路呀嘞，都没有耶。比如说，苗个啦嘛，苗个啦耶，移民熟悉的；大翁个啦嘛，大翁个啦耶，移民熟悉的；门德里嘛，门德里耶，移民熟悉的；阳光嘛，阳光耶，移民熟悉的。一路都过得也是的，过北塔那被 department 搞大嘛嘞，移民熟啊，用的苗就是的。因为没用就挂到台北不，好，所以移民熟，我可以去移民熟吗？啊，所以老师你嘛长大不？长大老师啥没问，这户人转不好哭，就是长大也你老师长大的，老师 student life 的这 student life never 来嘛。所以老师 student life 来不看嘛，长大地产嘛，信用卡、提款卡、身份证、护照、居留证、移民署。啊，老师我超哭。那我今天可以请假吗？啊，今天困路亚嘛哦，困难你卡嘛都拿不？那张大爷老师困难，哎，老师第二路困难嘛，爸妈路困难嘛，不一把不就不要他呢？困难一点第二路拿的，我今天可以请假吗？爸妈路今天啊啥比不要他比比，爸妈路困难大姐嘛，不一把不就不要他吧？这困难一点第二路拿的吧。我今天可以请假吗？我今天困一路呀，没啦不？啊，不管老师讲的啊漏吗？哎，老师，老板，我今天可以请假吗？啊，这我漏嘛，假如我困有钱的不喏，懂啊啦不？老师我假如 request 啦漏的，老师我今天可以请假吗？那你嘛 reason 写嘛，把路请假钱拿来。啊，困一路呀，那你有讲一路苗的啊？你若当啥路啊？表明你我 reason 不要嘛，你把这困有钱拿来不？哦，所以给啥的空虚度不？可以有了哈没有？我今天可以请假，请假这边个可以有了，所以可以 plus 请假，可以放松下了。我今天可以请假吗？那么今天我可以请假吗？答应我去不嘛？也可以呀嘞，喏，再的落差。那老师讲哪库的卡嘞？老师你来讲哪啥的卡嘞没吗？巴勒说，哎，超酷，就是，好，对吗？老师你来搞喽。哎，老师明白哈，巴勒说了，就会个的啥明白吗？长大也是嘛，我明白没路听嘛嘞。信用卡、提款卡、身份证、护照、居留证、移民署、超库，但他别哪一边嘛，但他包括也不表白吧嘞。信用卡、提款卡、身份证、护照、居留证、移民署，爸妈路啊转手边嘛，所以路数啊嘛，长大。困要脑壳嘛？信用卡就会个，提款卡 ATM 个，
身份证、社保的、护照、passport、居留证、内查关卡、移民署 immigration 有，啊都来手边嘛，先来，啊边表没，信用卡啊就外个，提款卡 ATM 个，身份证、社保的、护照、passport、居留证、内查关卡、移民署 immigration 有，超过朗诵的卡单出来，信用卡、提款卡、身份证、护照。居留证、移民署、朗诵的卡弹出来，信用卡、提款卡、身份证、护照、居留证、移民署、超酷。好，开始，Spin 超要录口明吗？Dominic。啊，那个，那有没有？信用卡，你看那个。哎，信用卡 credit 卡。啊，信用卡、credit 卡、信用卡、credit 卡、提款卡，你看这好贵呀！不要加边拉长，不用边说嘛，边拉个，对开，对对。加空，你来。信用卡、credit 卡、提款卡、ATM 卡，身份证，身份证。那本的，身份证那本的，护照，你看过个，护照 passport，护照 passport，居留证，居留证，你看过个好，没读啊。immigration，信用卡、最外干、提款卡、ATM 干，护照 passport、消费税、买保险。居留在 ARC 干immigration 有，然后嘞？信用卡最外干，护照 passport，信用卡嘛绑定，哎，信用卡信 credit 用卡。卡嘛绑定，immigration 有，居留证，你还会干？护照 passport，给点个，另外也是提款卡，提款卡的，你看那个，一点，他把我玩，他忘掉。你看那个居留证。
你猜看看嘛，什么蹦迪？啊，蹦迪啊，兴奋剂。身份证，啊，蹦明迪，白。兴奋剂。这比较难的，然后哇，我来，那有毛？快递干啥？信用卡、快递卡、信用卡、快递卡、提款卡、ATM 卡、消防章，马本钱，就是护照、passport、居留证，居留证。居留证、居留证，你看那个移民署、移民局信用。好，莫公的。信用卡、就业卡、提款卡、ATM 卡、身份证、马本钱、护照、passport、居留证，你谈归个移民署、immigration 哟。可以来。信用卡、就业卡、困难卡、等一下，ATM 卡、提款卡，提款卡、ATM 卡、护照、passport。护照、passport、居留卡、居留证，记录你看一根管移民局信用的，还有身份证，身份证，那绑的，没绑定，啊，还有平台。好，老师，信用卡、居委会卡、提款卡、ATM 卡、护照、passport、身份证、没绑定，就，居留证。然后，居留证、居留证，你还可以给移民署 immigration 用。好，那老师讲哪个咯？等一下买糖咯。那老师哪个？老师一起 grandma 房，就是讲到第二部分嘛，那个公分的话，一起对面了，这样的。好，那老师一起 grandma 房啊，一起办买不？啊，就住外家没？啊，就住不是老师楼底不？就住把我楼家嘛，就住外家没？啊，再过去住外家没不？一起对面个，住这块出去的。那老师我问侬，first plus object 啊，用老师说，不也是嘛？一起立起来着，都那么老师把我们来录呀，不一起 plus 把我，就读外家没？比如说老师，我们吃葡萄，那老师把玩法，我们吃葡萄，我们 subject 吃啥的啊？一起看哪里葡萄？葡萄啊，老师这边东端的生吃的，老师 grandma 做点别的路，老师啊，各种啥么子的。咱那丢些饭皮嘛，路约他比他随的迷你的，皮不的呀？嘛，老师点个啥故事嘛不？找到 grandma 也不这一句，比如老差的路，迷你啥么子的，吃工程这边吃也差比的，所以就开始要接他吧。我们一起吃葡萄，一起漂亮。我们吃葡萄的都得 subject 把玩 object 把玩放，哎，然后老师那么什么 object 里。sorry, whatever, both of you, but I do like 一起吃，都读啥没？我们一起吃葡萄，我说读葡萄是别的有啥没？我们一起吃葡萄，我说读是别的啥没不？哦，那老师吃呢嘛？葡萄呢嘛？把啥钱拿来动物呀？来再讲啥？那老师讲的，过家家的过过啥节啊？那个超速喂，葡萄呢嘛？的长命的路，changes 路啊？B 哥，还在哪家？啊，那个马甲，服装里面的啥情节？我们一起吃冰淇淋。我们一起吃冰淇淋，还有 ice cream 都啥没？好，那如果吃你嘛，老师到底喝？我们一起喝酸奶，酸啊切到哪个路？切哪路叫酸奶？对的，我们一起喝酸奶，啊，如果嘟嘟对起到嘛？那老师说酸奶啊对起，那老师教他酸奶呀嘛，这差不要米东西啊，你来。
我们一起喝珍珠奶茶。我们一起喝珍珠奶茶，俺肉这种宝贝儿的倒霉。好，那如果写一点，写一点呢，不代表老师有什么印啥作业作文作业不功课。你们老师啊，作文做了，essay 啥写啥功，essay 作文，我们一起写作文。俺肉这种啥写啥功，一人我们一起写作文。那你们不管东东吃啥的喝到底写一点，对了呀没？Object 好像是别的说哪一点进作文 essay。那我们一起看比赛，比赛就是表演。我们一起看比赛，俺说这种表演过几没？表演过就是比赛。你们都爱葡萄酸奶作文比赛，三问嘛，丢些分嘛，没骗问你，一三也没搞你一呗，龙王八嘞。比赛表演过，我们一起看比赛。俺说这种表演过几？那老师比赛给我们几？叫那八七千了，没记起哪几啊？啊，你尾票。嗯，来你啊，几票票？我们一起看电影。电影院楼不就差不多路面楼了，哪个铺？阿水嘞，我们一起看报纸。来一起看报纸，俺说就是这里咋就开门？那一起去啊，这路段嘛，不都白路段嘛嘞？有内场，三观嘛罢了喏。可那个咋个？我妈说耶，是就是说一个那个 Happy World Happy Zone 咯，哎，路没有西路呀，你还是呀不？游乐场是吧？可那个咋个？游乐场，我们一起去游乐场。俺说就可以个咋个？到没？那游乐场你们多少钱？我老师叫那明白多少钱了？多少钱了？你还多呀？啊，没工资。我们一起去八号公司。我们一起去百货公司。好，那老师，百货公司那么多少钱？我脑子里也多呀，我没读啊。我们一起去抢钱。操场，操场是什么意思？谁？谁呀？菜市场。差不多，够走不算。操场啊，那个操场是操场，够走神了。shopping mall 里面等下，然后操场啊，好，那我们一起做运动，我若猪猪，你进来弄没？我们一起做运动。我们一起做运动，我肉猪猪，你进来弄没？我们一起画画，画画啥不计算的，啥么嘛弄啊？第二个弄法嘞？画画，我们一起画画，我肉猪猪不计算没？第叫啥么嘛？把人弄的迷你呢，就不要他嘞。我们一起用电脑，电脑挂 computer，我肉猪猪 computer 懂没？那老师 computer 懂起，这下还表懂呀？难混了。我们一起用笔记本电脑。啊，笔记本电脑、laptop，啊，那老师告诉你，单纯的教你表达，因为毕竟长大这要培养啊。我们一起吃葡萄，我们一起喝酸奶，我们一起写作文，我们一起看比赛，我们一起去游乐场，我们一起做运动，我们一起画画，我们一起用电脑。好，那个，那要么我念一下，我们一起吃。我们一起吃葡萄，我们一起喝酸奶，我们一起写，哦，我们一起写作文，我们一起看比赛，我们一起去游乐场，我们一起做运动，我们一起画画，我们一起用电脑。好，你今天再念一次，我们一起吃葡萄。我们一起吃葡萄，我们一起喝酸奶，我们一起等一下，喝粥，我们一起喝酸奶。我们一起喝酸奶，我们一起写作文，我们一起看比赛，我们一起去游乐场，游乐场。游乐场。
我们一起做运动来，我们一起画画，我们一起什么？用电脑。我们一起用电脑。好，那老师呢？不对，先一个读先呀，等一下，等一下。好，先一个读先呀，个老师啊，去呢。去呢把去哪了 I want to 我都会给我漏去哪都那么老师不玩来的先一个主先要动他别的一个差他的你也如果能读了不老师相当啊我想什么什么东西呢呀我想要什么什么的够呀了不去的那老师这句话想要动的这句话写动的没在家都 as you wish啥白地嘛这句话嘛想要动他这句话嘛想动他的老师八卦了啊，读读呗。那老师啊，你们想动他了不？我想吃那啥去呢？我想要吃那啥去呢？两个都可以，读读呗。那老师啊，你们想得动他了不？我想吃，我是不是想吃饭？但我老师，我不是帮他推他的，懂吗？我想吃冰淇淋啊 ，ice cream 啥去的？那老师一个梦啥去？我的啥啥去啊？都没当兵的那边嘛，都人了，找哪里？你看这。别去里面嘛啥呀啊我想吃饼干我想吃饼干哈李江彪呀 birthday 那个的 birthday question 那个的 question 我想吃冰淇淋我想吃冰淇淋我不想吃冰淇淋你想吃冰淇淋吗你不想吃冰淇淋吗好第二个想喝到取的把到取拿来Object 美式咖啡 Americano coffee 我想喝美式咖啡 Americano coffee 到钱呢珍珠奶茶那么冬天了珍珠奶茶冬天了一面里面我想喝美式咖啡嘛美式咖啡你们的茶到标明到家啊啊那意思我想喝红茶我想喝红茶啊我想喝美式咖啡你这样表演啊我想喝美式咖啡，我不想喝美式咖啡。你想喝美式咖啡吗？你不想喝美式咖啡吗？好，我想写汉字，那汉字以前呢？想写 ，sorry， 我想写那以前呢？哦，这个汉字，那 Chinese character 有以前的丢啥以前的不？那老师汉字没研究，你把以前哪能再打印？你看。没得意思，我喜欢，我喜相反哦，我想写英，看看那些汉字么重要了那那些呢？对，汉字你也求。我想写英，文完了，天。应该啥有的话？因为啥没有啊？英文，英文，我想学英文。好，我想学汉字，你教不要？我想学汉字，我不想学汉字。你想学汉字吗？你不想学汉字吗？吗？好，那是第二些法 exam 啊，不能有吧嘞？哇哇哇哇二声哇哇哇二声哇哇哇哟！我想买哇哇买个外的 ，I want to buy。我想买哇哇，我想买哇哇啊！有外景，老师哇哇没外景，有的差外啊啊！漂移呢？我想买，好，我是现在好，我是好，我想买车饭，我想买包去的，干了吗？我呀，车票，车票，好，我想买车票，我想买车票，那我想买娃娃，你讲不要。我想买娃娃，我也不写娃娃，啊，你想买娃娃吗？你不写吗？
你不想买娃娃吗？啊，那个我的，我得到吃光穿一身穿穿啊，我的，我想穿啊，我钱呢？你把我钱拿了，老师还是给我钱呢？村子，七温村，二生村，子三生子，村子，村子，村子是个，我想穿村子，我是个有钱人。那老师是个没钱的，就还要骗我呀？说的啥？我想穿裤子。我想穿裤子，骗不骗呀？我想穿裤子。我想穿。穿。哦，那老师，我想穿裙子，你找不要啊？我想穿裙子。等一下，裙子。裙子。好，你找。我想穿裙子，我不想穿裙子。你想子吗？你不想穿裙子吗？穿啊，医生，我想穿裙子。我想穿。啊，那买个位的，对，而不是是谁卖要的，卖就是要呢。我想卖，我要钱呢，把要钱拿来了，说才给要钱呢。摩托车，二声摩托，摩托一声托，摩托车车一声车，摩托车就是摩托赛克，那了说才给要钱呢。我想。卖我的摩托车，我也摩托车可以要钱呢，我也摩托车的嘛 ，observe 我的摩托车，我想卖我的摩托车。那老师，你找的，sorry， 摩托我的摩托车，你要嘛找那把要钱呢，我不要没要呀啊，对嘛冲。来，对嘛冲来么讲？我回来都有啊的，来搞你的，我来来来家的，我代表来了呢。来，你们讲么来呀你？我来。我想买我的自行车。我想买我的自行车。好，你这样不要。我想买我的摩托车。我想买我的摩托车。卖了了。我想卖我的摩托车。我不想卖我的摩托车。你想卖你的摩托车吗？你不想卖你的摩托车吗？好，那老师节目节目啊，老师三位嘛，下面你对呀来嘛？哦，鸡叶子、二声子、莫做人、莫乌木、四声木、节目、节目就是 D program 是谁？我想看啊，之前呢，把之前拿来说 program 是谁？节目，将来 D 嘛，老师你要可能哪一些哪一嘛？哪里古里亚子来多的啊？泰子来多的，拉子来多的，哪里老师节目录不录呀？不，我想看节目啊 ，D program 是谁之前呢？那老师节目不之前有标记啊？啊，汪汪。这个，汪汪，往回走，严丽阳。啊，我想看外交部。我想看外交部，那人家用几句呢？那人家用这种发句讲的也是，然后其实也不是。好嘞，不是阿丽，啊。我想看跳舞啊，跳舞好，你招标呀？我想看节目，我想看节目啊，我不想看节目啊，你想看节目吗？啊，你不想看节目吗？好，那老师啊，黑爷叫老师啊，汤一声汤啊，黑爷那么简单咯，我想煮啊，吃钱呢，把吃钱拿了，黑爷吃钱了。我想煮汤，我想煮汤啊！嘿，吃钱呢？那老师，嘿，没吃钱，你吃啊？不用吃呀！啊，你看，我想煮粥，我想煮粥啊！三不用吃钱呢？那粥你啊？我想煮汤，你讲不要呀？我想煮汤，我不想煮汤，你喜欢煮汤吗？想啊，哦，你想煮汤吗？你不想煮糖吗？好，老师等我看哪里呢？老师等你。
好，那个老师多哎，去要多的，我想去，俺多钱呢？别多钱呢？老师，北京多钱呢？我想去北京，俺北京我多钱呢？那老师，北京多少不要多呀？啊，开碎碎的。Speak 啊，开碎碎的，对呀，比啊咱表呢，说说这卡的口比。嗯，开什么学？开始睡的，空调课，我爸爸来。我想去泰国。好，我想去北京，你这样造句一下。我想去北京，我不想去北京。你想去北京吗？你不想去北京吗？好，那老师啊，哪里？我想来，来个哪里？我哪去呢？别哪去哪来说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就是新加坡。啊，新加坡哪去呢？那新加坡我们那边的啥标准？出的你。我上了李老师的家。好，那老师，新加坡离乡了解一下。我上了新加坡，我不上了新加坡。你上了新加坡吗？你不上了新加坡吗？好，那老师，这里老师想一个都想要房嘛，都苦苦老师找那楼群嘞，要么楼梯嘛，老师找那啊，老师我今天等到说一起房等到嘞，啊想房等到嘞，那老师就是可以房等到嘞不？哦，可以房等到嘞，那老师丢啥？那老师，你老师找那这找那你这是不等的地产咯？谁知不干嘞？老师到底啊不啥家伙接嘛？啊啥家伙压在下面不？啊不啥家伙没接？老师啊啥家伙没要？谁知啊老师那么这个等个啥等不到？你老师那么你等个啥？谁中意的啥？你地产里进咯？宝贝来说啊不啥家伙啊不把一个啥么样？啊把龙啊么皮那样丢啥？找那不老天谁为啥么心没细了？三四这这是不不？所以啥得钱吗？应该路上没呀不？但是你生路大呢，没皮囊，过山家也没皮囊不？所以得理查吧。好，那么的，你是美国人吗？昨天老师你要把说找到马房找我对不呀不？马找，你是美国人吗？你个 American 路没有啦？你啥子？是皮的美国人，American 路牛，妈妈妈提的。你是美国人吗？你个 American 路牛哪的？那么你叫明文吗？你个明文路考的啦不？你个 subject 叫个考的法，明文个 object，你个明文路考的啦。那么多，你有哥哥吗？有房东他的，你是不是有谁的哥哥吗？你妈哥哥啊，过世啦。你有姐姐吗？你是不是有谁的房？姐姐儿子，你有姐姐吗？阿妈死啦。那么啊，你是不是有谁的房？兄弟姐妹，你哥忙的吗？兄弟啊，你也哥。姐妹个，你嘛，忙的嘛，你姑说，你姑忙的嘛不？你有兄弟姐妹吗？答对耶，没空。都听那么点没啦，你个 American 路牛啦，那么你个明文啦，那么东个阿哥西啦，那么你个阿妈西啦，那么俺个忙的嘛西啦不？好，所以美国人、明文、哥哥、姐姐、兄弟姐妹，路亚们那边皮的不？你是美国人吗？你有我表，我是美国人，我好不水呢，巴荣。我不是美国人不？你叫明文吗？后云，我叫明文。你有哥哥吗？姓有没姓？没有。你有姐姐吗？姓有没姓？没有。你有兄弟姐妹吗？姓有没姓？没有不？大家都白嘞。那多便宜，老师记录下子了。老师多少张到已经瑞瑞士楼看一下了啊？张到老师多就是说奥马匹贝塔的不？喏，奥马匹贝塔的，然后张到多啊匹贝塔比张到不？喏，美工地少看呢。马贝塔的，尼贝塔的，辛贝塔的，万贝塔的，你看这个我们班应该无所谓呢。
ပေါ်ကသစင်ဘွားကိုမရရင်ဒီနံပါတ်ဒီဥစ္စာတွေမရအောင်အဖြေပေးထားတယ်ဝရှင်ဝမ်နဲ့ငါမျိုးရိုးကဝမ်ဖြစ်ပါတယ်တဲ့ဒါကိုကြည့်ပြီးကျောင်းသားကနံပါတ်၁စာကြောင်း rearrange လုပ်ပေးရမှာဟောနောက်တော့ကျောင်းသားကိုယ်တိုင်လေ့ကျင့်ရအောင်ခိုင်စင်စင်တန့်ရေလာစက်အနေရောနော်ကောင်းဖြတ်တတ်တော့မှာဟောအဲနီရှင်ဝမ်မာအာနီရှင်ဝမ်မာနီမျိုးယူကဝမ်လာတဲ့နောက်တော့ဆိုကျောင်းသားရေဒီဥစ္စာကိုအိစားပြီးရင်ကျောင်းသားကွက်လက်ထဲမှာတခါတဲ့အဖြစ်ရေးပြီးမှငါ့ကိုကွက်လက်တိုင်းလာမပေးနဲ့နော်နီရှင်ဝမ်မာနံပါတ်1မိတ်ကောရံပေးထားတဲ့မှအပေးထားတဲ့နီပေးထားတဲ့ရှစ်ပေးထားတဲ့သူကအောက်ကအဖြစ်ကတော့ဝါရှ်မိတ်ကောရံပေါ့နောက်တော့ဆိုကျောင်းသားလေ့ကျင့်အောင်ချောစုဝေတကယ်လိုင်းကိုကြာနေရချယ်ရီနင်းထက်ချယ်ရီနင်းထက်ဟာလာရှင်你是美国人吗你是美国人吗好那老师那么懂妈明文他照比他的对他照明文的对明文路口吧对对而老师那么懂 rearrange 马扎你照你照明文吗对吧你把路了。他照明文吗那么嘞我只有一个姐姐的我妈妈的要打鞋的逼他的那么嘞啊所以这个我的照你了。有兄弟姐吗你有兄弟姐妹吗你妈你给我妈妈洗了那么啊王明文呢王明文啊是台湾人王明文啊台湾旅游撇的吧那老师我都要 rearrange 楼看他的那个记不要票王明文是台湾人吗王明文啊台湾旅游了那老师你妈张大有的楼下楼看的 message 都得张大汉字不要记了没了拼音没背他拼音没背他张大汉字没拍在路线မရဘူးဆိုရဲဟာကျောင်းသားတတိပြထားတာဟာနောက်တစ်ခုအကိုတယောက်ဤကကကအကိုနှစ်ယောက်လျံကကကအမညီမလေးတယောက်ဤကမိတ်မေလျံကမိတ်မေဘီလို့ဆိုငါမအကိုတယောက်ရှိရဲဆိုဘယ်လိုပြောမလို့ငါမအကိုနှစ်ယောက်ရှိရင်ဘယ်လိုပြောမလို့ငါမညီမလေးတယောက်ရှိရဲဘယ်လိုပြောမလို့ငါမညီမလေးနှစ်ယောက်ရှိရင်ဘယ်လိုပြောမလို့လေးကျောင်းလုံးပြောရအောင်တယောက်ထဲကနှစ်ကမကွန်းတဲ့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两个哥哥，我有一个妹妹，我有两个妹妹。妹妹，妹妹。那么啊，我有一个姐姐，我有两个姐姐。啊，那讲到 exercise 背他的，啊，对吧？的老师，今天动力调出来不要啊？那个，没读啊。我有一个弟弟。啊，我有两个哥哥。哥哥，我有两个哥哥。啊，王明伟有两个弟弟。啊，我有一个弟弟，两个弟啊，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我有一个姐姐，姐姐，两个弟弟。好那老师也教我点他了。就是讲到第三百个的下基本我也要个 exercise 没有要么 exercise 吧。那么的他姓王汉字不会记得拼音没记得吧为什么没有要有没有拼音没对呀他姓王呢都没有有个王皮吧的我也姓王那没有个那边王皮吧的。他姓王我也姓王。哦都没有了来呗玩屁的那没有了那老师说你啊我不要讲老师没有了你屁的那没有了你屁的不如不要我们了难看真。老师姓李我也姓李。好那么念第二个他有一个姐姐。我也有一个姐姐都嘛阿妈都要洗的阿妈勒呗阿妈都要洗的长大我们是 speech 呢也放在我等他了阿妈勒呗阿妈都要洗的第三题明文有姐姐
Gloria 也有姐姐，没问题嘛？阿妈是的 ，Gloria 嘛嘞呗，阿妈是的。我是台湾人，我个台湾卤牛皮的，他也是台湾人，都个嘞呗，台湾卤牛皮的。第五个 ，Gloria 是美国人 ，Mary 是，那么就是美国人不太好 ，Mary 个嘞呗皮的，就是说 Mary 个嘞呗。美国人皮的路多懂他啦。那老师第三排的叫呢，叫他就要啥？他姓王，我也姓王。他有一个姐姐，我也有一个姐姐。明文有那个姐姐 ，Gloria 也有姐姐。我是台湾人，他也是台湾人。Gloria 是美国人 ，Mary 是 Mary 也是哦。叫他说完了，并慢慢养路说快呢，并发票，然后了。我姓王，我也姓王，我有一个姐姐，我也有一个姐姐，因为有姐姐 ，Gloria 有姐姐，我是台湾人，她也是台湾人 ，Gloria 是美国人 ，Mary 也是。啊，不要，不是你，他呢？我的麻烦呢？他姓王呢？好，那老师 ，is a silo 啊啊啊！一二三四，你给我。吊车被漏了啊、哦！那个，那有没有？他、啊，那有没有？那有没有？这是王妈妈名啊。哎呀，啊，他是王，我也是王，他有一个姐姐，我有一个姐姐，这小 BB 是龙标，都难讲完。对了，是的。好，你进来，那么你干不干啊？你干你不要吗？啊，第二题。啊，他写完。嗯、啊。二题吧，是。这是什么题？那是刚刚的。你们念。那班，我有一个啊，你几岁 ？Hello， 老师 ，Hello。他拍啥拍？绵绵拍。哦，我有一个姐姐。骂我，别骂我喽。我那你他拍谁啊？招不休呢？啥你拍的皮啊？他有一个姐姐，都为他啥拍的？哦，他有一个姐姐。我他有一个，他有一个姐姐，我他有一个姐，我他有一个姐姐，我他有一个姐，妈让我他，我也有，我也有一个姐姐，美文有，美文有姐姐 ，Glory， 美文有姐姐 ，Gloria 有是姐姐 ，Gloria 也有姐姐 ，Gloria 也有姐姐。那他们不要谁呢？我带老师。没嘞。
我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台湾人？他也是台湾人，因为他的我的路面丢了汉字的。他也是台湾人，汉字也不教呢，汉字的都有啥啊？普瑞丁买话片得查漏呢，没要呢，切你这里拼音买的，啥拍的白读着来的，汉字白编没得查编漏。好，啥外拍啊 ？Gloria 啊，别人。明文你好，你好呢？我明文说你好 ，Gloria。Gloria 说明文，你有兄弟姐妹吗？我明文说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你呢？你国的 ？Gloria 说我也有一个姐姐。我明文说你有哥哥吗 ？Gloria 说我没有哥哥，阿妈姑没媳妇，也没有弟弟。你哩嘞没媳妇，我只有一个姐姐，只有说大气的，我妈阿妈都要大气的，对钞票喏，欧阳过来骗嘛，啊那个飘逸奶，还有 Gloria， 飘逸奶 speaker。住的啥？Gloria 说：“明文，哎，明文说你好 ，Gloria。Gloria 说，明文，你有兄弟姐妹吗？我有一个姐姐，你呢 ？Gloria 说，我也有一个姐姐。我明文说，我有哥哥，你有哥哥吗 ？Gloria 说。”我没有哥哥，也没有我没有弟弟，我哎，老师阿兰弟弟，也没有弟弟，我只有侄儿，我只有一个姐姐，我只有一个姐姐。好，那张老弟，我查不开门，妈咪啊，这里还没张老过来跑完吗？回来。Gloria 说：“明文你好。”我明文说：“你好 ，Gloria。”Gloria 说：“明文，你有兄弟姐妹吗？”我明文说：“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你呢 ？”Gloria 说：“我也有一个姐姐。”我明文说：“你有哥哥吗 ？”Gloria 说：“我没有哥哥，我也没有弟弟，我只有一个姐姐。”好，那老师过来批啊吗？那个王伟子。嗯，我先不表我了，没得。杨林啊，明文，你有姐姐吗？嗯，我有。你讲背他了呢？发片吗？你不背他了，过来个。姐姐是不能哭的。啊，明文，你有兄弟姐妹吗？啊，叫我有。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你呢？啊、两个弟弟，我也有一个姐姐。我只有一个姐姐。啊，你有哥哥吗？是了。啊，我。妈妈过不去。有，我没有哥哥，也没有弟弟，我只有一个姐姐。我只有一个姐姐。好，那老师讲的挂骨皮呀嘛，我直接看，可以讲呀不？那么这个，你有兄弟姐妹吗？是不是？没是不是？你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吗？俄罗斯的声音。我问了叔叔罗西，不懂俺们西有，我没有哥哥，没有弟弟，也没有我没有老叔叔呢，俺们就这苦爸爸们写着，我没有兄弟姐妹不？哦，老叔叔们那个啊，我没有哥哥，我没有弟弟，我没有姐姐，我没有妹妹了，我们撇去了。那那么多，我有一个姐姐哥哥，你呢？然
那我没有姐姐哥哥，哎，变皮嘛不？给了姐姐姓姐姐，那老师讲咱挂个俺啥子个性？俺啥派？变个性挂个萝卜，你看。你有兄弟姐妹吗？他有三面墙啊。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妹妹，两个弟弟。好，没有了。可以了。好，那老师，啥批啊？批评老师可以下课了。